之前第一次啊，就是很长，就是我没有开麦，然后就说，哎，奇怪，我的麦怎么会没有声音？啊，大家好，那个晚上好，就是我最近有点过敏，所以我要戴墨镜。虽然我的眼睛很漂亮，我觉得，那我今天就不一样一下好了，你的灰尘。还不错，还看得到歌词，可是我看不到很多人的脸。OK， 这样好像好暗的感觉，不过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就是看不到大家的表情，所以如果大家听到我的创作，如果觉得怎么样，说我可能也看不到你的脸。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有点冷，对，然后今天其实我身体状况好像。就比较疲累一点，但是我一样会带来我很多都是我的创作，然后分享给大家听。那这首歌，等一下的时间都是创作，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我当兵的时候，那时候很年轻，就是一个少女跑去当兵，然后也扎扎实实的做了4年5个月又23天，那我现在落下一次。然后外面有那个衣服啊，就是大家可以穿一下，就是那个是飞行侠客。穿不下。啊？穿不下。你在哪里？哦，太小。我看到你了。没关系，你那个可以跟他合照这样子。OK， 那我现在唱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当兵女孩的故事，就是这首歌叫《当兵女孩的心情故事》。拍手。享受不自由的自由。
就是会抖脚，就会感觉我很贱这样子。OK， 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是我需要看一下歌词。现在越来越厉害了，以前都用纸，现在都用那个高科技 iPad。 好，这首歌就是我刚开始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不是那么好听，可是后来因为这阵子我有在很努力的筹备我自己的专辑，然后后来发现这样弹的时候其实听起来是很舒服的。然后这首歌叫做想你，开始了。我知道你。